我觉得发大财有分支持谁的吗？应该是就是我们纯粹想发大财而已啊。发大财，我们渔业界本来就很喜欢许发啦啊，稳啦，赚啦，啊，祥啦，发大财。当然我们也是当初韩市长高雄发大财给我们一个灵感，所以我就取名，觉得发大财蛮好听的，蛮顺口的，所以我就取了一个发大财的名字。我们第一趟会到北太平洋抓秋刀鱼，啊，那将来秋刀鱼完了以后，我们会在整补再去准备抓鱿鱼。我们公司是以前是做那个岩绳钓鱼船，所以我们现在是有要转型转经营成那个秋刀鱼钓船，有我们只是希望多角化一点吧，当然是希望赚钱发大财。